于是生，甚至到就算脱脱，也沦落世事无明的困境。哦，此时若伊终日悔恨，必将拖累着伊，就生终日度过这个关苦吧。完灵，是的。第三绣花架之气，最后落至此处，啊，慢了一步。完灵也必死，独吃条腐块新手。两名圣人火车被接收，再来必然凶难翻覆之来。既是如此，伊既然无目吹，不如让他主动吹啦。因为伊是准备放咱甘休，咱回到一日会等待，等时间，咱必须最好防范。此时再来，伊将是脱胎换骨。看来要机灵之处，先将火车尸体收埋要紧。时势流转，伊过了所得时辰的透顶上，消了肃杀之气，得了几分酒气感人。伊过了真济时间，为何你的手下尚未回报消息？耐心下所等着的故事，最为甘美，阎王静心吧。为我不懂等待之道，只是陈玉霎心计不简单，必须提防伊用反兵之计，实际利用这段时间有所作为。你不用心急，禀先王派人来报，我要伊被协会所锁定。哦，高强人手。务必要将三秀魂各位血肉探出。是。我不能再等落去了，这边前往找找关先生血肉。请。龙王，前往血林菩萨夺回孤妖，我来论剑海是一个特地的会场。就将动作熄灯，以为动败回轮江海。不敌关秀天与银票东高，事情处理得如何路？就放心交给两人吧。此时天枪会就高峰期夹杂着血气气息，弥漫整个轮江海上空。这就会杨伦杰，今日的血林菩萨，千丈的龙香高堂中，小小袭来一股死亡的气息。气氛不对，好似孤影，无边死劫。向三回是您苦力的时间，吕秀天龙秀当兄会救药。我退出。不能。哦，走哪里去呢？引兵，丁力神魂意外减速者，此时王者降临。杨少，我心上面此刻的眼神，
出招啊！好，所招机会，请电报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这张精数阵，向小小火灵测出电力新分支破绽，打败仙王，翻过来提妙文。因为专有演变，录制精彩小说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播戏《霹雳开天机之创新篇》精彩第十五章《行路人》。